妈没道理啊，这个。哎，魅惑菇。哎，有了。等等等等，伴舞僵尸有了，这把有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了。先不慌，先不慌，我们等他吃了魅惑菇三线。啊，说实话，我想把他铲了。他这是在削弱我们的战斗力啊！这玩意儿，别打了，大哥，这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大哥。来了，不是吧？撑杆跳就麻烦了。哎。啊，这该死的三线，我仿佛觉得他是一个内鬼。咦，可以。哎，别偷我，别偷我魅惑锅，别偷我。哎呀，你大哥，你这是隔空取物啊，你这又凉了。哎，危险解除，这一把等，这一把等大佬啊，不是等大嘴花，对不对？等大嘴花，我们等嘴哥好吧？等嘴哥，危险解除。二路的话，只要不是巨人僵尸，我们嘴哥可以一口吞了。这把我又可以啊，我又可以自信的和你们互动了。认为我能打过的扣个一，认为我不能打过的扣个二啊。来支持我的，觉得这一把能过的扣个一。我不希望看见有人扣二啊，我不希望看见有人扣二，我不希望，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一都没有吗？大哥给点面子啊，给点面子啊！不是，你们越要扣二，我就越要打，狠狠的打你们脸啊！我用什么打呢？我用键盘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来，来，看到没？来一个吞一个。来一个吞一个，来一个吞一个，再配上我们的猫尾草，这把稳了。我要让所有扣二的人，让你们狠狠的打脸啊，让你们抬不起头。看好了，看好了，这把，哼，这把稳了。来了，再来一个，四路还有一个江，四路还有一个罐子，先不慌。先不慌，这一把不能慌，这一把是关乎到我的尊严啊，关乎到我的尊严之战。把这个铲掉，五路再安排一下，五路还有两个罐子。继续三路，继续二路，二路，这一把关乎我的尊严啊，我打过了，以后你们就得承认我是技术一哥，好吧？如果我打过了，你们就必须得承认我是技术一哥。别扣二了，别扣二了。扣一扣一，这把你们没了，吞了，赶紧吞。有了，再来一个。等一下，不慌，这一把一定要稳，这一把一定要稳啊，一定要稳。来了，再来一个鸭子僵尸，不是吧？这个是中午十二点，这中午十二点过，你不要以为现在是吃饭时间就真的能吃席吧。来，再来一个。等等，这。没关系，他是矿工僵尸，他是来送东西的。等等，你别搞我。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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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二路的这个僵尸罐子已经砸没了，所以说二路的这个嘴哥啊，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不可能啊，他不可能直接前土，对不对？遁地直接遁到家，那太无赖了吧。送东西的这玩意儿。有了。有了，我们从后面开始砸，是个阳光。哎，这卡槽还能用，我们就不用卡槽啊，不用卡槽。等等，这还是要用一个卡槽。哎，炸死他！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这玩意儿别炸呀，大哥，别炸！再坚持一会儿。
别炸，别炸，别炸，别炸！等等，我胸口有点痛，眼睛突然它就湿润了。